级王牌棒球队是谁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美陈维勋。Hello， 我是二美许晋。我是三美韩雅婷。我是小美张巧文。我们今天来参与综艺大集合，我们来抢奖金的啦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领了多少奖金吗？来来来，雅婷，雅婷，秀一下吧。好的，雅婷。五万块，六千块，厉害。印象深刻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射箭的那一趴。我们平常在射箭的时候都是射镜子，今天看到射移动射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是害怕。还好，我真心觉得是因为真的有练棒球，球过来的时候你要抓那时间差，所以我在射那气球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打棒球那个看球的时间差运用在那上面，结果真的有抓到。对，那学姐嘞？印象深刻就是我今天完全没有拿到奖金。我们下次请你吃饭了。印象深刻也是没有拿到奖金。短打那一趴是真的蛮难的，然后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可以就是起颗，对啊，哇，还是有点贡献，对对对，真的，我觉得投九宫格，投九宫格，因为我之前投的只有丢一颗，对，我今天丢了几颗，四颗，有没有？你每次谁丢谁中？另外一个印象深刻就是翻轮胎。在试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一起试，我觉得我一个人搬不起来，就刚刚开路我就给他搬起来。哦，轮胎多重？好像我180公斤，180就是公车加兵哥的体重加打火教练。已经超过了吧？超过了。大家觉得感觉怎样？好玩啊！好玩，对，我也觉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记得收看我们超级王牌棒球队，记得来收看我们四美哦，我们要去打棒球哦。12位台湾之光，今年夏天最红不让的任务，他们是阳明国际的金牌选手，但他们也是零经验的棒球菜鸟。完了，69。120天的合宿集训，15座球场的棒球旅程，10场正式比赛的最后验收，雄霸一方的个人英雄能不能变成团队最强棒？7月9日起，每周6晚间10点，超级王牌棒球队。